干手症案例，温敷的重要性。某女士六十岁，双手皮肤干燥、脱皮、龟裂，甚至会有发痒的现象。手掌面的皮肤会愈来愈厚、愈来愈干，严重时只要碰到水都会引起恶化。有医生说是富贵手，有些说是干手症。 曾使用各类药膏、护手产品或乳液，让手部维持滋润，远离或少接触容易诱发富贵手的东西，但是都未见改善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六号，用红豆袋绑在手上温敷，只温敷一天就看到效果，但手上绑住红豆袋容易脱落，不方便。 于是改用薄围加暖暖贴，二十四小时温敷，前后三天明显改善。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号，未处理前干燥脱皮龟裂疼痛发痒，温敷后一小时左右，龟裂处有明显愈合，厚皮稍有变软。红豆袋温敷。 温敷约三小时，龟裂处几乎愈合，硬皮变软。改用围脖加暖暖贴，二十四小时温敷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号，第二天继续温敷，晚上症状几乎完全改善。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八号，第三天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号，第四天。 前后比对，第一天，第四天。